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旋律那样。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欢迎许光汉。爱你，有你在真的很令人安心。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前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光汉不只是适合演戏耶，我觉得他唱歌也好好听哦。我自己觉得在一日这首歌排在旋日之后，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听到这首歌，看到一日的歌词，是这么的踏实，就是其实日子不管好或坏，放得下或放不下，该做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踏实的去做。我觉得时光跟日子总是会给你回馈的，我觉得非常感动，很暖心。更令我感动的是，其实光汉自己出了专辑，我知道他是从来没有在现场这样子的现场拿起麦克风开他的金口演唱过，所以觉得这个邀约也是一个不思议的妄想，但是妄想就成真了耶。在练团式的时候，我在耳机里面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哇，好好听哦，为什么有人可以长得这么好看又声音这么好听啊。哦，你们说你也是啊。你们知道像我这种略为社会化的人，我刚刚在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内心就边讲就边暗暗的想说，等一下他们该不会也说我们都是幸运之人。那他，我觉得他可以日日相挺，旋日那首歌当我 MV 的前男友，然后今日又当我的一日男友，真的是日日相挺的好光汉。我真的非常衷心的感谢他，然后也真的有一点受宠若惊，觉得哇，真的可以让一个完全不愿意唱现场的人开金口，而且还唱得这么好，我自己很满足。